是的，就是这么快。我们啊，麦克风为中央，一边一组，来，胡夏这边请，中间站，哎，不要客气了，快。好了，接下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一定要听音乐，然后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好吗？嗯。Kibo 老师，请放音乐。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这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要告诉你，哦，现在才说是吧？对，我刚才没好好听啊，你直接现在才说，那完蛋了啊！所以我的问题来了，刚刚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气球》。请问这首歌的歌词里唱到了彩虹的哪几种颜色？等一下，我是想要过来问一下游戏规则，请问说错了扣分吗？说错了不扣分。答对了加一分，那对不起，我先说了啊，我其实是想来问这句话的啊。太贼了！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哎，可不可以认真点？就是这首歌的歌词里唱到了彩虹的哪几种颜色？肯定没有黑的，哪有黑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红的、蓝的、白，算了，我回来吧。童军知道吗？五种哦，是说种类啊，对对，五种，对了，红黄蓝绿紫，没错，恭喜答对，加一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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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青呢，彩虹的，还有紫，刺嘛，刺，哎，好了，不要这么计较，还有第二题，好不好？这回要仔细听歌，加几分？来，有请 Keeper 老师放音乐。我知道答案了，这道题就简单了。这首歌是谁唱的？是这个问题吗？不是，这道题很简单啊。想问一下大家，这段歌里一共喝了毛不易一共喝了几杯酒？胡夏，请告诉我答案。给我一次机会，你知道吗？我猜一下。你猜。一杯敬明天。一杯敬。我身边还有答案，还有提示。他都是敬给别人的吗？他没喝酒。确定吗？对不对？对吧？都进出去了吗？他自己没喝吗？恭喜答对！哎呦，不容易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要提醒我们，好不好？不过现在1-1打平，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这道题很难，这首歌里面一共唱出了几种食物？童心你也太厉害了。我先过来，然后七还是八？七，你数的是八是吧？数是八，那你就跟着你的走。倒计时五秒，输了怎么办？输了赖你啊。八四八种，告诉我几种？八种，对。是哪几种？可乐米饭大盘鸡甜甜啊，什么甜甜圈啊？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没错，是八种，恭喜你答对。哦，具体有哪些呢？啊，分别是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咖啡、可乐，让我也真的记不住，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了，我本来说七种啊。好了，比分现在是2-1，稍稍领先啊。接下来请听我们的第四题。
这首歌叫做《星球坠落》，那歌词中太阳、月亮、星星，请问先唱的哪一个？星星，确定吗？等一下，摘下月亮给你，摘下星星给你。哎，不对，太阳吧？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你想要我？星星，星星，哎，等一下，摘一下太阳给你，都每个碰到第一个都有点可以，摘什么都行，我就摘星星吧，星星，星星，确定啊？啊，星星，好，恭喜答对，两队打平啊，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五首歌，请听题。好的，请问这首歌发生在哪个国家？塞纳河畔，法国呀。恭喜答对，厉害哦！突然袭击，就看你们认不认真啊。他比较厉害，他提醒的我，是吧？我也是猜的。现在比分3-2，没关系，还有题目。接下来请听第六题。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会渐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哎，你们干嘛？我还没有说问题。哎，这个问题就是这首歌唱的是谁的爱情故事？你来啊，谁的爱情故事？没有，我说笑的，我知道。我说笑的，他晃点你，你晃点我。他唱的是挥剑的爱情故事，我挥剑转身。哦，也哎，这么说也好像也对呀。啊，你说嘛，我先误导你一下。赤壁应该就是说的是周瑜跟小乔的故事。恭喜答对，喂，很厉害哦，你们这一组。所以现在比分是几-几了？我们的有没有记大家？3-3。3-4。少来，没关系，让他们去统计。接下来我们请听下一题，请放音乐。还有啊。这首歌对于玩英雄联盟的人来说比较简单了，请问李白在英雄联盟的属性是什么？是王者荣耀吧？对，坦克、刺客、法师、老玩家。恭喜答对，那我们最终的比分呢也是4-3，王博文队获胜。那我们就恭喜你们两位了，稍事休息一下啊，因为输的这一方要接受惩罚，先不要走，来，我们去休息，看他们。我们去看是吧？对，太高兴了，太开心了，统计了吗？